农历新年，纽约法拉盛华商会服务团队也透过东森新闻的镜头向您送上祝福。东森电视的观众们，你们大家好，新年来到了，在这里给大家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财源滚滚。我想借此机会向所有东森电视的观众朋友们拜一声新年恭喜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更好的建树，在海外，在美国，我们将与你们同在，谢谢。